完蛋了，这好像是最后一圈了。受死吧，前面的受死吧。哎，哇，原来那个是黑洞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来玩的是陆行鸟赛车，在 Switch 上呢，最近要推出这个陆行鸟的赛车。虽然它最近中文化变成乔可坡啊，直接音译变得好奇怪，但是我还是叫它陆行鸟赛车哦。那这款新游戏怎么样呢？我现在是玩它的试玩版哦，赖车的部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游戏到底好不好玩。这个赛车，陆行鸟赛车哦，真的是好古老的回忆哦。那这两个 FF 的角色，当然也会有克劳德，还有史克尔哦。这两个在之前呢，也算是隐藏角色哦。那这边应该也是可以遇得到的。我们有故事模式，然后乔可坡 GP， 这跟大家一起游戏哦。我们的角色呢，目前只有三只，它有速度、抓地力、加速，还有甩尾的能力。一开始的陆行鸟能力还真差，好低哦。那这个白魔导师好像还不错，好，我们可以选这个。那它这边有办法换，哇，这个要完整版才有办法。然后车子可以自定颜色吗？然后有贴图，这个可以痛车哦，应该算贴个这个贴纸在上面。那再来服装啊，服装也是要正式版。好，所以角色的衣服颜色这些可以改一下。这边还有一个荣誉等级哦，它有点像是季票的概念呢。不过它付费版会有下面多一层季票，奖励比较多。那免费版也好像也是可以玩啊，也是可以拿到一些东西的。那它的金币可以买什么呢？这个票券哦，感觉是要氪金呢，应该说要解锁完整版应该才拿得到吧？啊，主要是贴纸，角色也要买。哎，好哦，车子比较贵呢。哦，车子造型也要买哦。啊，这个角色也是要花钱买，然后造型哦都是花金币去买的。哦，还有一些贴纸，这也是可以买。哎，但角色可能是要解锁故事模式啦，我们目前能玩的不多，我们还是去故事模式好了。这边可以选择新手或大师，我们是大师吧。来吧，起步加速到2的时候，哦，那跟马六赛车一样。嗨，这边的，我们免费版不知道能不能玩到完整的故事模式，哎，应该是有办法解锁到所有的角色吗？胖乔可坡，哦，这个居然还有配音呢。这个角色也会加入吗？哦，没看过的角色。哎，莫古力。可爱的吉祥物，莫古力，这些角色应该都是会在里面出现的。那个帽子好可爱哦，逃跑，配音很可爱。哇，被砸了，被魔法砸了。哇，怎么了？哦，有一个神秘的光芒。那你这个是啥？他也被追着跑。这个发光的是谁呢？我会把力量借给你。啊，这是附身吗？被附身。OK， 看起来是异次元的存在啊。莫古力会进化吗？他会变怎么样？哦哦，变强了吗？来的。变得很帅气哦。禁术英雄 Gupo X Gupo。 OK， 哇哇，右边那个剑好帅哦。收下你的机具方向盘，这有点像火箭队哦，打赢就要抢人家的车子哦。 OK， 来吧，
好的，要来了，加速，唰，有啦！哦，他为什么比我快？甩尾，甩甩甩甩甩，有，可以拉，可以拉，可以拉。粉红色好像是最快的。那他有尾流吗？就是顺着人家的车后面会加速吗？这里看起来没道具耶。拉冲，哎，卡他位置。第二圈，他一开始的赛道比较简单一点。拉拉伸 ，OK OK， 可以。这个操作有点像马里奥的感觉了，我 OK 了。然后技能，我的技能是什么？我记得莫古力之前的话，哦，新招哎，追踪弹吗？可是这个好像没办法向后打。这个我记得陆行鸟赛车，有火焰魔法，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向后打。哦，只是他按 Y 有点，就是按键有点卡，按键不是这么好按。好，我们好像要赢了，微微 ，Go！ 哇，还没到粉红色。OK， 那一样有这个 FF 的森林音乐，很熟悉哦。不是吗？啊，免费版只有这样哦。OK 哦。免费版玩不了故事啊！这边等了好久，终于连到线了，让我玩一场吧。亚历山大的地方，好，来哦，希望不会中途断线。加速 ，Go！ 道具，哎，开始道具只有三个，前面人都根本就吃不到啊！我要抢到前面，是这个啦！哦，加速版。哦，我这个道具很猛哦，哇，这是途径哦，可以撞人然后加速的，有点看不出来啊，左边比较多啊，这是减速哎，走错地方，好，哎，我居然没吃到，哦，他也有跳跃动作呢，放个防护罩，然后这个是死神，放一个 ，OK， 防护罩，防护罩，感觉不太需要甩尾呢。防护罩 ，OK， 我又死神了，死神一下，玩家，玩家，狂撞，哇哦，途径，哇，狂撞哎、欸，我完蛋，能力，防护罩，加速，啊，右边这个哦，一次吃两个赞哦，进化的，龙卷风。打得到对前面那一个吗？哇，是死神！啊！是要怎样？啊，是怎样？甩尾可以甩掉他吗？哎、欸，多跳几次，他就不见了。好像有解除方法的样子哦。好，我不太会在这个地方甩。然后，喂，防护罩！哇，这是什么招式？为什么他可以冲过去？完蛋了，这好像是最后一圈了，寿司吧，前面的寿司吧，哎，哇、哦，原来那个是黑洞哦，好帅哦，啊，过关，第三名，然后前面跑在第一名的说，好多魔法不太一样的，有一些神秘的魔法，那个黑洞可以快速往前哎，我以为那个是危险的，哦，没想到可以踩。那边放的黑洞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跟着他进去。然后这边八取四呢，进入下一个阶段哦，32强啊。不过现在连线要等好久哦。他这个排到人了吗？哎，连线错误，没办法玩哎，这样子啊。这边再让我玩一场吧，次元的夹缝。哎，已经有人有克劳德了耶，他是不是偷练很久？看到角色有些新角色出现哦，那应该都是正式版的玩家。那我不晓得是不是连线正式版跟免费版有没有影响，我想玩下来连线好难，跳跃，哦，有加速，哦，大防护罩，超大防护罩，等一下再用吧，用一下，让我吃不到道具了，甩尾 ，OK。
火球，这个我们要强化的话，往后射。哇！这样这样这样，射他射他，我的火球，我要射到旁边，怎么爆炸了？哇！瞬间变第五名哎！哎，这个我可以，可以哎，可以跟人家走哎，好坏哦！好，这我的防护罩，这个是哦，这好像就是阵地坡的样子哦。我撞到墙会受伤哎，就是会整个晕眩这样子。震他，震他。好嘞，我魔法怎么用不出来？有了有了，哦，防震哎，好，冰的魔法，哎，为什么他停在这边？我想要吃到，哎，果然没办法玩。那这就是要出在 Switch 上的《入侵鸟赛车 GP》。那我还在考虑到底要不要买正式版，这个嘛，评价好像蛮普通的，那赛车模式就蛮一般的。哦，主要是《入侵鸟赛车》真的是小时候的一个情怀哦，哦，当时那个真是蛮好玩的，大家也可以先试一下它免费版，然后再考虑到底有没有要玩呢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